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梁家河先生在中共的独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远远超过他的前辈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毛泽东当政时期，党内有周恩来和刘少奇这样的苏联派站在他身后，虽然通过文革，毛泽东搞掉了刘少奇，但他没有办法完全搞垮刘少奇掌控的干部党，甚至于在1972年还不得不借助美国的力量才勉强维持住自己的统治，死后自己的家人还被清算。至于掌控着中共克格勃的周恩来，毛泽东更是没有力量彻底打倒，两个人最后也是死在同一年，周恩来死于癌症，甚至勉强可以说是善终的。到了邓小平时期，党内也是山头林立，他也要顾及和平衡党内多方势力，江泽民没有完全掌控军队，胡锦涛就更不用说了，他既没有掌握军队，也没有掌握党，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好像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而梁家河先生则是中共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的真正的独裁者，二十大任命出来之后，好像很出乎大家意料，又似乎在意料之中，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这并非完全是梁家河先生个人能力的原因，也有历史大趋势在里面。中共开国时的第一代权力集团已不复存在，已无大佬可以制约他，而改开派和新兴的士大夫集团又不堪一击，梁家河先生的崛起可以说是时也，势也。除了独裁程度前所未有，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点，就是进入最高决策层的领导人陈文清、王晓红和刘金国都是警察头子。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认为，这表现出了中共对于国安问题的重视，这其实是只看到表而没有看到里。梁家河先生当政多年，不但掌控了军队和党，也掌控了警察和武警，并且彻底改变了中国各地的政治生态。在此之前，中国地方政府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他们联合本地的警察和武警系统维稳，来支持本地的 GDP 增长。但现在梁家河先生把武警和公安都改成了垂直管理。我们来做今天的第一个预测，由于各地政府失去了枪杆子，那么未来各地的维稳情况会日渐松弛，也就是说，不会在一天之内就完成转变，但这种转变一定是肉眼可见的，三到五年之内就能明显感觉到。总结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预测，未来十年的中国，只有在经济和财政情况良好的地方才能有较为安全的生活环境。说到经济，那么我们来做今天的第二个预测。之前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博主是这样评价梁家河先生的，说他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样的评价极为精准和一针见血。梁家河先生本人并不知道中国的所谓经济奇迹不过是在美国的照应下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靠着低人权优势和人口红利，靠着卖衬衫、针头、线脑这样的小商品，用血和汗换来的。我相信梁家河先生是真诚地认为中国是靠自己、靠中国人的智慧、聪明和五千年历史才创造了所谓的经济奇迹，中国早就已经站起来了，不但可以抛弃美国，甚至可以抛弃西方。这样的认知是毁灭性的，但这其中又有不得已的政治因素。大多数底层中国人将梁家河视为一代明君，他已经被这样的意识形态所绑架，所以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未来中国的经济都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影响下慢慢走向崩溃。也有人发出天问，不重视经济不就是死路一条吗？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比方说49年中共建国以后，掀起了各种各样的运动，这些运动无一不被后来的知识分子总结为浩劫，但浩劫是属于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有钱人的。对于大多数的底层人来说，分了地主的家产，抢了地主的小姐和姨太太，这是大好事，怎么会是浩劫呢？至于抢完、分完家产以后的大饥荒，就是另一回事了。总结一下今天的第二个预测，高经济增长已成昨日黄花，未来中国的经济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影响下慢慢走向崩溃。最近中国最大的新闻就是与病毒共存，还出现了躺匪这样匪夷所思的称呼，共存派与躺平派在网络上互相对骂，十分热闹。我的第三个预测是健康码不会取消，因为健康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是非常强的，相当于过去的录影和介绍信，这就像是身有病痛的人用上了毒品是无法戒掉的。当然更重要的，这是对战时社会的一种模拟运作。所以今天要做的第四个预测是，战争看起来已经无法避免。
中国国防鹰派代表张文木在今年做过如下判断：解决台湾问题，现在各种条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成熟。梁家河本人也多次强调，台湾问题不能拖到下一代来解决。根据一些国外媒体放出来的消息，武力统一台湾后的管理方案都已经作为文件发到驻外单位去了。还有一些消息透露，乌克兰战争并没有让梁家河放弃武力攻台的决心，反而给了他许多的经验和教训。这就回到了开篇时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搞独裁也是为了做大事，党内如果山头林立，是不可能顺利打台湾，完成统一中国的目标的。我本人的判断是，梁家河通过激烈内斗才得以修宪，坐上皇帝的位子，但经济日益萎缩已成事实，想要维持自己的统治，没有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丰功伟业，是很难坐稳皇位的。最有可能的攻台时间点，不少智库认为是在2024年，因为这一年2月是台湾大选，11月是美国大选，在政府权力交接的混乱时刻发动战争，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之一。但我个人却觉得时间上太过仓促，我没有具体的数据和事实来支撑我的观点，全凭直觉。从个人对于梁家河先生的性格和行事风格来判断，我觉得攻台几率是大于 90% 的，时间点约在2026到2028年之间。其实战争的信号一直都在，中国一直在为战争做准备，只是被很多人忽略了。最近十年，中国军工业已经为战争准备了多种先进武器和设备。经济方面，中国从乌克兰战争吸取到教训，为了减轻可能因为武力攻台带来的制裁伤害，中国正在积极清理和收回在海外的8万亿资产，还准备适量抛售部分美国国债，实现外汇储备多样化。中国也在积极购买和储备芯片，仅2020年，中国芯片进口量就激增 14%。还有就是中国抛弃 GPS 改用北斗等等，这些都是战争的信号。还有一个侧面的证明是中国现在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要知道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还是低都是政府在控制，今天能让你恨日本，明天就可以让你不恨，这并不是玩笑。我有一个年长的朋友就告诉过我他的故事，他小时候最恨日本，但到了80年代他就不恨了，因为他开始喜欢小鹿纯子和真由美，他最喜欢的电影是清凉寺的钟声和敦煌。后来在反日运动的某一天，他幡然醒悟，回望自己从仇恨到喜欢再到仇恨的心理路程，觉得好像一个笑话，于是从那一天起，他的所有认知结构就重组了。最后再聊一下很多人关心的国门是否关闭的问题，我认为是不会彻底关闭的，只是会随着时间慢慢收紧。打个比方说，从1952年的张爱玲到1957年的倪匡，从1960年的黎智英到1970年的陈独秀的女儿陈姿美，还有1974年来美的洪晃，对于很多人来说，国门是无法真正关闭的。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视频的内容，中国未来十年经济萎缩日益严重，经济状况不佳的边缘地区治安将急速恶化，健康码等大数据进一步控制人群，国门将日渐收紧，多种信号显示战争已不可避免。公元880年，唐王朝已经危在旦夕，内乱频发，皇朝率领的军队给王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镇海节度使高骈绞杀皇朝有功，受到封赏。彼时一位叫做曹嵩的诗人写下一首诗：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平君莫化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我想不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战争，就算打赢了封侯拜相也和普通人没关系，竟有人公开站出来表示只要打台湾就会捐钱。他们难道不知道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普通人的命便如蝼蚁一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战争中他们只是一个数字罢了。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文婷，咱们下次见。